淡水玉一城豪宅实价现行，不动产交易实价登录，昨天凌晨12点正式开放查询，不料反应热烈，造成网站瘫痪，直到今天凌晨1点，仍断断续续，无法稳定运作，民众骂翻天。紧急做一个处理，那我们也跟中华电信接洽，那中华电信已经答应，能够提供给我们平宽，那我们大概，目前跟中华电信正在赶快司法在加速当中，所以希望是不是等一下或者下午大家上路能够比较顺畅。透过手机 GPS 定位，可从网站查询附近区域价格，也能查预售屋或中古屋不同类型的价差，甚至依自己的预算，选择适合的交易价格区间等不同条件搜寻。根据昨天开放查询的18000多件资料，新北市占约20%最多。虽然资料量仍少，但还是揭开不少豪宅价格面纱。全国最高价为北市新义区松永路的冠德领袖，不含车位，每平单价约167万元，比市场传言至少低了16%。新北市最高价落在板桥区中山路的乔峰 A 家，扣除车位后，每平约70万元。台中市最高价则是西屯区的联居方庭。高雄市则是美术东四路的美术之星。专家提醒，目前资料量仍少，再等半年左右才会有更清楚的资讯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